你看看他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啊？没什么不同嘛，他头上面少了顶皇冠，换上去就行了吗？哎，皇冠是让人给偷了，那贼把皇冠上的钻石在香港脱了手。你是香港有名的钻石大盗，所以我代表陛下命令你把钻石给抢回来。切，你在开玩笑，女皇陛下那么大势力，有事海陆空三军早出动了，还会找我？坏就坏在这件事绝对不能宣扬出去。景哥，你一定要帮忙。这份就是密令。什么玩意儿？是女皇密令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回香港奉旨抢劫。哎，我说我洗手不干的嘛。金刚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了。你的测谎题，要是你答对了，那个绿灯就会亮点；要是你答错了，那个红灯也会亮点。哎呀，红灯一亮可就爽了，马上就有样礼物会送给你的。哎，到底谁是劫匪啊？就是这位仁兄啊。哎呦，他是这个保险箱的发明人呐。哦，所以他的嫌疑最大呀。哎呦，那你现在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请问他现在在哪里啊？嗯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煮掉了。别动，大家别动。C'est sûr que ne comprends pas le français。进来以后一定不要听台湾话。Après quand je lis, je me baisse, vous commencez à tirer。站起来，俺已经趴下，您都挡球了。到底要去哪里呀？哎，他们要撞闪了，快回头啊！来不及了，我们没汽油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跳下去吧！